嫦娥，干嘛呢？我看看，好久没见，我能进来吗？真的假的？我进来了，进来吧。穿好了吗？真那么吓人？你可你有毒吧？我真服了。好久没见了，哎，起来！你别穿着外衣上人床上坐，刚换床单。行。咋了？还直接就拍呀？啊，就是我跟老白学的，就是可真实，就举起来就拍，让人毫无准备。我招谁惹谁了？哎呦，真不错！等会儿呢？我跟你讲，我说实话，你等会儿呢？我 怎么擦？我来，我来一下，赶紧的啊！走吧，拍拍东西。我跟他拍摄去了啊。你知道吗？就有一小哥跟我说，他跟我说那个，我说那个说什么吃饭，然后问他去哪儿吃，他说反正不去你家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他说因为他们都去了。我说去了来的都是拍摄呀。我说你是对于我来说是不一样的。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，他说我就要做一些他们跟没做过的事。小哥，此处艾特一下小哥。你有病吧？不要那样啊！你说我是真男人，他。该进阶该谈谈了，你也可以谈啊。对啊，我那会儿想跟你谈恋爱，你看不上我呀？我现在跟你讲，我现在跟你讲好了，你又不高兴了。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不高兴啊！我出国，咱俩可没有这种事啊！你急了，急了，急了！先来，我看看你给我介绍这男的长啥样。